不，烙的油滋了饼啊，这好吃的人就耐累，这边往后，那边往后，这边来个汤。对，这块六个小饼，两顿完事。看这火，这火就这块硬，看。哎，好嘞。嚯！嘿，这真能吃啊！吃上饭来吃不吃？饿了，开饭喽！油滋了饼啊！大家热呀，得搁这晾晾。这油滋了饼不晾，大家油大了呀。剩块大骨头，泡汁也没招，麻木乎乎的。嗯，还是这味儿正。嗯，都干辣乎了，辣椒还没搁呢，这是拍个辣椒的话，不是很上。土豆捞菠菜。这还上的是整那个酱骨头呢，再说那个吃三顿剩一块，一共糊六块。六点饼两顿。正是这样，哎呀，这好，你看你吃肉吧，左的剩，上的剩，下的剩，你要吃这个不带剩的。现在都条件好了，咱再倒吧，吃啥吃不起。现在再穷人家不敢吃这蒜。这个，整不出来呢。来两块土豆啊，哇！哎呀！这么热，热乎的，今天无论如何打了。Mm-hmm.